即马看出来，即个关注案，指挥中心认为讲，这是上爱注意的传播链。有哪有感染科医生讲，即条即个关注的传播链可能也阁会继续传。有哪建议民众聚餐、唱歌爱自我保护，随时甲嘴暗挂好掉。环保人员伫某宗教协会社区无用清消，因为传出有确诊者卡只，有感染科医师讲，即条为新北设计师延伸的宗教协会关注。十七增加八个人得病，恐惊会阁扩大，因为奥密克戎传播力强。若有确诊者参加聚会，而且阁蹭嘴暗食饭唱歌，都会增加得病风险。唱歌的时候，麦克风上可能有病毒，下一个人摸到会碰到病毒。那吃饭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些共同的物品，比如说大的汤勺啦，要去舀汤，这上面可能会沾到病毒。医师建议民众参加社交活动，爱做好自我保护。第一是食物件唔通讲话，食完就爱挂嘴暗；第二是随时将嘴暗挂好；第三是下当卖去，就上好卖参加聚会活动。而且日本上新研究发现，餐桌顶感染风险上高的座位，唔是对面，而是坐伫感染者边啊上危险。距离的关系，对面的距离比较长远，隔壁的距离比较靠近。隔壁距离比较靠近的那些大颗的飞沫，很快就在他身上了哈。医师强调，这件关注还阁需要观察两礼拜，同时也爱参考八十几楼聚会空间距离甲空调的状况。另外，第二十三期新冠疫苗预约到十月中头截止，这期拢总提供158万剂疫苗，提供民众预约第三期对加剂。有计注射时程是21到27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